Hello， 我是 Kevin 老师，我将在 UME Dance Lab 授课。那我教授的项目有瑜伽提师、次足功能性瑜伽以及空中瑜伽，还有进阶的空中瑜伽等课程。那在瑜伽提师里面呢，我们会即将结合瑜伽跟普拉提师等课程，然后达到有效训练你的身体的软度以及核心、腹部跟背部肌群的锻炼。所以想要进阶软度以及提升核心肌群的同学都非常的适合。那在次足功能性瑜伽里面呢，我们着重在于从脚底的唤醒，因为脚底是非常可以会影响到核心肌群的关键的地方，所以先从脚的唤醒，再唤醒到你的下肢的核心跟全身，都经过唤醒了之后，再做有效的瑜伽的训练，可以更有效的达到身体的软度的进步。那在空中瑜伽呢，我们是利用吊床以及结合瑜伽动作来持续运动的一门课程。那利用挂布呢，它会有按摩的功能，所以本身想要多一点点的放松跟伸展，它是可以利用挂布可以做到更多的伸展。那我们也可以利用挂布可以有效的完成一般在地面的瑜伽上比较没有办法做到的体式，利用挂布的支撑，你可以做到更多的倒立，可以做到更多的后弯，所以包含利用挂布也需要更多手臂的臂力跟核心的能力，所以想要提升这样的各项能力的同学都非常的适合。那我也有初级跟中级的课程，所以期待跟你在 UME Dance Life 一起见面，欢迎一起来上课。膝盖弯，鞠躬向前，手落地前弯，右脚往后跨一大步，达到 lunge， 伸直你的右脚。左脚往后，手推地板，屁股推高 ，downward， 身体往前，肩膀来到手腕的上方，平板式，膝盖放下来，胸口往下一半，手肘弯，手推地板，推起一半，臀部收紧，胸口提一半，脚踩地板到 downward，yes。It's all about my fears.